小猪仔塞竹喂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客家话非常非常的可爱哦，因为今天要教的是动物。如果家里有养动物猫猫狗狗的人，赶快来学一下咯。教大家的客家话就是猫咪，猫尾猫尾就是猫咪。除了猫咪之外呢，还要教大家我的猫咪有一个特殊技能哦，那就是它会阿素握手，当当当当握手，阿素将将将，好棒哦，握手。树呀呀，所以呢，你的猫咪教它握手。阿树，你看，爱喵诶，喂阿树，爱喵诶，喂猫，你的猫咪会不会握手呢？阿树，喵诶，阿树，喊呀呐。